院子妈，您甭激动。不是，谈个恋爱犯什么法？没说他犯法。不犯法，给收回劳改农场去。啊，在我们这儿改造的好好的。连邦，你说是不是改造好好的？是啊。这李小军现在是我们八号院的居民。出什么事了？好好的要把李小军收回去。收哪儿去啊？收他们劳改农场去呗。哎呦，李小军在我们这儿可好好的。听听听听听见没有，这就是群众的呼声，明白不明白？哎，这我作证啊，李小军在咱们这儿改造的好着呢，绝对比在你们劳改农场强。哎，不用收回去啊，不用收回去。总得有个原因吧？作风问题。不是，他作风没问题呀。你是说他谈恋爱那事儿？哎，有人就谈个恋爱嘛，那还不许人处对象了？这是他们部队文工团领导到他们茶店劳改农场反映要求的。李小军这孩子怎么这么倒霉呢？崔管家，崔管家来看我了。报告崔管家，在保释期间，我遵守纪律，老实做人，没有犯错误。脸色不错，比在农场的时候强多了。是。你跟我回农场，收拾一下行李吧。为什么？先不要问了。你得告诉我为什么。保释期间，行为不端，勾引现役军人。收拾行李吧。你怎么急的？找死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姚大爷。啊，没事吧？没事吧。小心点儿。我可不要了。边主任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别都这儿围着了，该回家，该做饭做饭，该干嘛干嘛去，走走走走，走吧。你说他这连累的我，让我也扣5分。对不起。啊，不是，这跟你也没关系了。有关系。李小军是我们农场的人。其实我觉得李小军这人挺老实的。要不了多久，我就回来了。是我害了你。没有，这都是命里注定的。我心里对我不当兵了，我们俩在一起。不行，那样我就真害你了。我愿意啊。我不愿意。你明白了吗？我本来就欠你的，我什么也给不了你，
我哪像个男人？你如果退伍了，我一辈子都欠你的。我知道你是男人，你这么想，你没把我当成你自己人啊！你是你自己的，不是我的。我说了，我是逃法院。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我跟你说过，我没有资格谈朋友。我是害人又害己。如果这样结束挺好的。我不能让你走，你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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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爸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爸，你怎么了？你哥又回劳改农场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还是因为女人给抓回去的。不会啊，我昨天刚看见他。爸，我昨天去看我哥了。今天上午带走的。他竟敢跑到部队文工团去勾引女演员。他们是在公共汽车上认识的。你知道？哦。那建云姐知道吗？你还挺熟。接受改正，放下过去，重新做人。哎，你丫怎么回来了？干活去。他肯定犯事快点！哟，你怎么不叫一声啊？怎么不说话呀？不会发烧把嗓子给烧坏了吧？嗯，你可是咱们团有名的金嗓子啊！来，丁丁，摁一下啊。
这是你要的中药，怎么忘了？前段时间你不是要治肝病的吗？这是十二副汤药，每副啊你煎三回，这十二副吃下去，保准你的病就全好了。我这可是好不容易讨来的好方子啊，拿着吧。谢谢啊。哎，锦英，听说你要申请退伍，是真的吗？听说你要申请退伍，是真的吗？不行，那样我就真害你了。我本来就欠你。你好点了？怎么吃上中药了？原来是给李小军的。我知道你恨我，没关系，恶人我做，但是我问心无愧。愚公呢，我是团长，我不希望我手下的人不务正业。于斯呢，鲁于斯，你说你这么好的条件，怎么跟一个劳改出来的犯人混在一起？你鬼迷心窍了。团长，我不恨你。那是假话。真的不恨。我告诉你啊，团党委有人建议我给你处分，我觉得不妥当。年轻人嘛，谁有不犯错误的时候啊？我没有犯错。啊，错在我，怪我平时对你关心教育不够。我那样做呀，完全是在气头上。可是你自己也好好想一想，你为了他啊，连工作都不顾，连退伍这样的话你都能说得出口。这党和组织培养你这么多年，你现在正是自己事业的黄金时期啊，你拿自己的信誉还有名誉去换这么一个那个不入流的小子。团长，你了解他吗？我了解过了，他只是劳改了，这还不够啊！除了一次打架，他没有做过别的坏事情。他打了一次就第二次。他心地善良，对人诚恳，一诺千金。完了完了，他是我遇到过的好男人。王八吃秤砣，铁了心了。是的，你还年轻。我不年轻了，团长，我已经想得非常清楚了。我爱他。你，他虽然进去了，但还会出来的。只要出来，他还是一个正常人啊。他出来，他是政治上有污点的人。谁说一个有污点的人就不能谈恋爱，就不能结婚，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？只要能和他在一起，过什么样的日子我都愿意。你愿意跟他在一起，他愿意跟你在一起吗？当然。完了完了，我劝不动你了。过去有我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以后我会加倍的认真对待工作，钻研业务。但是，恋爱生活是我个人的事情。我自己来处理。你太年轻，你什么都不懂。我告诉你，他在害自己的同时也把你给害了。不会的。不，他毁的一半的不会的。我跟你说不通啊。不会的。不会的。我问你，怎么又回来了？
这回出去又搞了一个，猛吗？啊！哎，干嘛打人呢？谁打？管教！管教打人了！张建阳电话，哎，来了，赶紧电话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喂，建云姐，我是小五。小五，我爸说这几天要到你们单位找你们领导。为什么？他说我哥回农场有你一半责任，他要到文工团反映情况。我们团长都知道了。那你也回避一下，万一我爸碰见你。不用躲，明天我去你们家见你爸爸妈妈。你说真的？明天你要有时间来我这儿吧，我不认识你们家的路。哎，你有时间吗？有时间，明天见。你跟那女军人的事儿我就不问了，外边的事儿我也管不着，可是大墙里头的事儿我得负责。这些天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？哑巴了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憋着劲儿想闹事儿。我告诉你，自己不想好好改造，别祸害别人，祸害集体。我说话你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有什么说的？我问你有什么说的？我对不起你。我没让你说这个。对这次回来你怎么想？完了。什么完了？人只要劳改过一次就完了。谁告诉你的？这还用说吗？什么事情都跟自己没关系了。那还要改造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要改造什么。改造什么？改造你现在的思想。秦哥，这次回来怎么不爱说话了？真是那个女人害你进来的？没有，人家挺好的。掰了。我去看过你妈。我妈跟我说，你去法院找过她，为咱们的案子。没戏，人家压根就不理。哎呀，咱们现在啊，就是好好劳动，早点出去，重新做人。你以为出去就熬出头了？那可不。行了，你都出去一趟，你都捞着了。我和小辉进来啊，到现在还没挪过窝呢。好歹再忍上一年，到时候出去只要不杀人放火、坑蒙拐骗，你想谈多少女朋友啊？跟这儿挨不着啊。不谈了。你说不谈了？你不谈，别人找你谈。你又不像我跟小辉，没人疼，没人爱。奇了怪了，那十个女孩见了你啊，九个都喜欢你。你有完没完？小辉，哎，尿尿去。哎，对，正好我憋得慌了。哎，哎呀，你说你跟你自个儿兄弟都能急眼啊？关你屁事。哎，你丫除了会勾引女人你还会干嘛呀？不是你有点新鲜的没有吗？我要是你兄弟，我就先把你给废了，省得活这世上丢人现眼。去你妈的，我这次进来本来就烦，别招我啊。
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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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今天上午打扫卫生，把南边这块地杂草拔掉，垃圾清除掉。报告管家。说，在农场服刑期间，打架受什么处分？你说呢？把人打残了，加刑几年？打死人是不是枪毙？你还知道枪毙？清楚了。廖军。梁军归队，梁军归队！站住！站住！廖军，你放了你！放了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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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想好了？有什么好想的？我爸脾气不好，我爸他万一对你凶。那我听着，小军回农场本来就是因为我，但他还会回来，我早晚会见你爸爸和妈妈。你不怕呀？有什么好怕的？哎，你妈爱吃什么？咱们给她买点。嗨，我妈神志有些糊涂。啊！我哥他没跟你说吗？走，咱们走吧。林林，哎，怎么了？等一下，好了，爸，是你？伯父，我们见过。我叫查建英，在部队文工团工作。出去。爸，是你带他来的吧？嗯。你也给我出去。谁来了？妈。谁来了？伯母。你是谁呀？娘，他是谁呀？他谁也不是。我好像认识你，让我想想。妈，建英姐是我哥女朋友。哪个哥呀？李小军，伯母。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吧？出去。等等，我情况还没搞清楚呢，怎么就出去啊？你先进里屋去。小军的事儿你不知道，你别管。我不知道是因为你们不让我知道。我不管谁管呢，你快进屋去，我跟他好好谈谈。你快进去啊！你快进去啊！你也进去。我看着你眼熟，可是想不起来了。我叫查建英。你认识甘露吗？不认识。李小军是我儿子，
你是他女朋友？是。他自己知道吗？知道。他在劳改呢？是的。他们都不管他，李昂也不管他。我管他。我不相信。真的，我管他，我这辈子都管他，我让他每天开开心心的。为什么？我爱他。李昂，李昂，你出来！李昂，翟倩英，翟倩英。是小军女朋友，我问清楚了，她今天在咱们家吃饭，走，咱们去买菜去。伯父，您别生气。小军回农场确实因我而起，不过他还会回来的，我会一直等着他。如果您真的不高兴的话，有什么不高兴啊？我今天特别高兴，走，买菜去。小五，你陪简英说话啊，走，买菜去。走。简英姐。我妈说话好久都没这么清楚过了，这还清楚？嗯，我哥进农场那天起，我妈就糊涂了。今天见到你，好了一大半。可是你爸好像还生我的气啊。嗨，我爸呀，最怕最疼的就是我妈，只要我妈认你了，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再说了，我妈要是病好了，我爸谢你还来不及呢。哎，你们家有什么活吗？让我干。这么着急表现？快点儿。也没什么可干的。要不，你把家具都擦一遍吧。啊？开玩笑呢。不过我妈没事的时候就在家擦家具。那我擦。四两四，四毛二，您呢？四两四，四毛二，多少钱一斤啊？八毛五啊，这可是您自己挑的里脊肉。四舍五入，四钱不算了，三毛四。李主任啊，您老婆真糊涂还是假糊涂？见好。擦干净点啊！把这擦，这可能都得擦啊！李小军，吃饭。瞎胡闹，三天不吃饭，到现在才告诉我。关小号的目的不是惩罚，是教育。
发烧都烫手了，来人，送医务室。林志强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觉得李小军这人怎么样？好人啊，反正跟我这人不一样。你什么样的人呢？我进来之前爱惹事打架，军哥。李小军不爱惹事不打架，人善良仗义。报告，他在部队的时候还立过功。好了，这些我都知道。那您想知道什么呀？这趟回来，李小军说过什么？倒没说什么，就是觉得他人心挺灰的。哦，对了，他说过。说什么？他说别以为你从这农场出去了就算熬到头了，没头。这叫什么话？行了，干活去。是。还是肝炎，慢性迁延性乙肝。他知道了吗？哦，我跟他说了。他怎么说啊？他说不想保外。保外，想得倒美。第二次保外多不容易啊！是啊。关小号把你的待遇还关高了。还闹绝食，不想活了。老张，水没了，拔了吧。这个。厂部的单子，我带一队的李小军出去，下午五点钟以前回来。在这儿签个字。李小军，出来吧。叫你跟我走。今天咱们去看一个人，就算是我亲戚，住的离这儿不远。哎，我们家也在这附近，也不远。我生在这儿，长在这儿，工作也在这儿。这大半辈子就没挪窝。崔管家，您到底想跟我说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我这俩亲戚。一个大人，一个小孩。小闺女从三岁的时候就得了一种怪病，大夫说她活不长。我一个礼拜去看他们一趟，小闺女总是问我：“您怎么老是一个人来啊？”这次我给她带个新人，让她看看，她准得高兴。累了就歇歇，你身体不好。没事，走。崔管家，嗯，那孩子得的什么病？怎么不去医院看呢？也看不出有什么病来，就是没力气，说睡着了就睡着了，也不分时间，不分地点，没准哪天一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他爸爸就怕孩子醒不过来，实际上天天都在等那个日子。快到了。
哎，老林。哎，来嘞。啊。哎，老张。哎，带着人看闺女，农场的。哦。嘿嘿，来来，你坐。哎，好，坐坐坐啊。哎，坐坐坐坐坐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。哎，没事没事。哎。你先倒点水。哎呦，我这一去我知道在哪儿呢。你忙你的。哎。那个桌子上干净点啊。知道是。我来吧，我来吧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犯什么事儿了？打架。别想了。什么？什么也别想。错改了就好。人生在世啊，什么事儿都能碰上，碰上了你也别怨，累是活着，开心也是活着。对了，来的路上我听崔管教跟我说了你和闺女的事儿，你们为什么住这儿？闺女她妈妈的坟就在旁边，闺女的病也没得治，我陪他们一天也就开心一天。老林，哎，闺女呢？睡觉呢？没在屋啊。你看，哪儿去了？哪儿去了？闺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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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闺女。闺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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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闺女。你是谁？我叫李小军。你爸和崔叔叔找你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看你啊。闺女，闺女。爸爸。爸爸。闺女。爸爸。上哪玩去了？范爷不说。嗯。这犯人你怎么给带出来了？在里头闹绝食，弄得死去活来的。年轻啊，以后日子还长着呢，没准啊还会有出息的。你说他有出息？我看这小子他不像坏人，你看他跟闺女在一块儿心善呢。上回已经给他保外就医一次了，得病了肝炎，我看啊还得保外。哎呦，这二次保外可不好办吧？是啊，你说照这规定。嗨，这规定啊都是人定的，他碰上你啊好命。碰上我也没有用，换谁都一样，我还是得按规定办。分针、秒针、时针，一天24小时。白天是12小时，晚上也是12个小时。白天走一圈，晚上再走一圈。白天走一圈是劳动，晚上走一圈是睡觉。以后这一圈我不睡觉了，晚上才睡。闺女，你又不工作，你什么时候都可以睡觉。闺女，崔伯伯。哎，
闺女乖，按时吃药了吗？嗯，崔伯伯，什么时候走？哎、哦，我们一会儿回去。为什么？叔叔要赶着回去啊。李小军，你很忙吗？你白天是要工作对不对？啊，是。啊，闺女乖，去帮爸爸做饭去好吗？李小军，能把你的手表再给我玩一会儿吗？可以，给。看见了吗？他有多高兴啊！这就是对待生命的态度。谢谢你，崔管家。谢我什么？您对我太好了。别人对你好有什么用？要学会善待自己。绝食，不吃饭，知道多少人替你操心吗？无论碰到多大的事儿，犯得上这样吗？亏你还是当过兵的人。我错了。因为秦倩，你进了农场劳改；因为查建英，你第二次回农场。这两个人，你在心里就没比较过吗？没有。这就是你呀、啊，你从来不弄清楚自己心里是怎么回事，你也从来不弄清楚和你有关的人心里是怎么回事。当初我是爱秦倩的，甚至也想过和她生活在一起结婚。那部队那姑娘呢？她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出现的，就像那落水的人一样，凭空遇到一艘船，而且那船还特别温暖。那你跟她的感情呢？我自己的感情不想属于什么人。你不爱他，我喜欢他。你还恨他，是他的部队把你送回来的。从劳改农场出来以后，我没户口，也找不着工作，没有经济来源。那时候过的日子就是吃完东家吃西家，然后查建英就出现了。他一直在接济我，要么我就只能假装有骨气、有尊严的饿肚子了。我看他爱你。你们家怎么不管你啊？一家有一家的情况。我都多大人了，送去劳改农场已经够给家里丢人了，出来还要他们养着，还不如和查建英在一起。那块手表是我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了，有一次为了填饱肚子我还卖过一次。哎，馒头好喽。哎，老林，来不及了，我们五点钟必须赶回去。没关系，我给你装上了，你看还有两块腊肉，你们带上就是了。你看还拿着东西拿。哎，闺女呢？睡着了，我估计啊，晚上就会醒过来了。哦，我那表还在他那儿。哦，对，赶紧。哎，要不算了吧。哎，小林。班长好，好，班长。哎，刘胜利。哎，这几天查建英的情绪正常吗？查建英挺好的，挺正常。
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吧？异常？您是指什么呀？你怎么这么简单呢你？他以前有问题，现在没问题了，这是异常。以前男领导，现在好领导了，这就是异常，明白不？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您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他就异常了。那怎么个异常啊？他以前爱说爱笑爱动，现在变得特沉闷。看见扎剑英了没有？没有。他下午过来练声了没有？来了吧。来了吧是什么意思？我也没看见。民工团，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部，小五盘子，在部队看文工团的演出，后排的人啊都听不清楚。现在可比过去好多了，我们现在有喇叭扩音了。过去好像也有喇叭呀。啊，丽昂，是不是有喇叭？哦。妈，您跟爸在部队那会儿，那是哪年的事儿啊？抗美援朝能跟现在的条件比吗？阿姨也没比啊。具体情况，具体分析。小五啊。啊。你到传达室看看，报纸来了没有？干嘛我去啊？我这还忙着呢。你去，你去。哎，我去。你别去。你去了算哪家的？那你怎么就不能去呀？啊，行行行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行了，你们都别去了，我自己去。总是这个样子。阿姨，你怎么不吃啊？你吃啊！我给你吃的，你吃，你吃。我们单位呢还有很多，我们去外地演出，带回来一大堆呢，你吃。你怎么没去演出啊？是曲艺队去的。建英姐，在这儿吃晚饭吧。我们单位还有事儿。工作第一，工作第一。哎。你哥现在有消息了吗？不知道。茶店接见日是哪一天呢？下个星期天。我想去看他。要不要跟我爸说啊？你觉得呢？我怕他万一去。那你告诉他吧，我和他一起去。你还是别跟他去了，还见了你就掉脸子。今天他发不出火，是因为当着我妈的面儿。要是你们俩单独在一起，我看他肯定会吃了你。我才不怕呢，早晚都要面对他的嘛。我觉得我爸应该不会去。上次我哥在茶店的时候，他一次都没去过，嫌丢人。那你就先别告诉他，我自己去。我陪你去吧。好啊。你先回吧，我走了。嗯。毕伯伯，我走了。啊。毕伯伯，你为什么不理我？没有，我现在不想理任何人。小金这次回农场确实跟我有关系，可不是我要害他的。当然不是了，否则我就不会同意你进我们的家。那您就是不信任我。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是不相信你们这没有基础的感情。你们年轻人一时冲动，没有去考虑长远的日子，万一热情褪去，
小军上一回交女朋友就是吃了亏的。他这个人没记性。李伯伯，我不知道小军是怎么想的，可是我知道我现在做的是什么。你要实际一些。小军现在在劳改，他出来以后一没工作，二没有经济能力，一无所有。李伯伯，您是小军的父亲，您了解他。可是您有没有反过来为我想过？小军他都一无所有了，我还爱他，这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切，因为我爱他这个人。他哪知道你那么爱他？他善良。就这些？男人善良就足够了，他对别人好就会对我好。李伯伯，你相信我吧，我们以后会好起来的。我对他好，他也就会对我好。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除非他不爱我。啊，我得谢谢你。小军妈妈见了你以后，他的病好多了。李伯伯，八号院儿小军那间房的钥匙，您能给我一把吗？你要他干什么？有空的时候，我想过去打扫打扫，等小军回来住的时候，也能舒舒服服、干干净净的。你在小五那拿吧，啊！谢谢您，小五。啊，你说这建英会不会是因为你哥哥的事儿才没去演出啊？不会吧，小军是因为他才回了农场，他会不会因为小军的事儿受什么影响啊？建英姐倒是说过。他怎么说的？他说等哥回来，如果团里还反对的话，他考虑退伍。退伍？看来这姑娘对你哥哥是真心的，真心的。军哥，你从小号出来之前，替管教带你转了一下，怎么上的？没上的。大清老实了，见了你跟见鬼一样。别招我就行。哎呀，我觉得你命真好，隔三差五能出去。我和小辉自打进来，还没出过这儿的门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歇会儿吧。谈恋爱了。嗨，这是我表哥给我写的。说什么呢？啊，他说啊，等我出去以后啊，就想着过半出国。出国？啊，对啊。哎，对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我那表哥啊，原来在那个区办毛纺厂，那什么都不是。后来厂子倒了，他好了，现在出国了，跟英国呢。现在是有身份，有钱，有房子，有车。那有车呢？对啊，那是自个儿的小汽车。不可能，骗你们这干嘛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出国以后谁也不认识你，挣钱容易，一切打头来啊。干活了，干活了，都起来，干活去，快点干活去。哎，军哥，哎，军哥，军哥，军哥，管教，管教。关枪，军哥，军哥，已经报上去了，还没批。
那批不批的总得有个意见吧？小美说她已经保外就医过一回了，送回来影响恶劣。什么恶劣？那传染了别人怎么办？啊，我那还有好几百号人呢，再严重起来，劳改农场变传染病医院，谁负责？可上面说再保外就医，万一到社会上又产生负面影响，谁负责呀？我再打一回报告，就说我负责。人病了嘛，又不是假的，按规定就应该保外呀。那好吧。哎，老张，那他住大号行吗？最好住小号。那小号都是惩罚人的地方，哪能老让他住啊？那我跟他说一声，要注意用具隔离。哎，可不能混住太久啊。久不久的，那得看保外就医的申请批下来久不久。是啊。哎，杰英，你好。你好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刚才我在琴房外面听你唱歌了，我觉得挺遗憾的，你退步了。是吗？我最近情绪不太好。我也听说了一些你的事儿，节哀吧。节哀？节什么哀啊？哎哎哎！你别误会，我没别的意思。我是想说，我看见你那个男朋友了。你在哪儿见过他？有一天我跟着你，看见他了。他就在那个胡同的小平房里嘛。我觉得你们两人在一起太不般配了，那个条件太差了，甚至可以说是寒酸。而且这个人没有教养。他把你怎么了？他骂人，骂我。要是我，我也会骂你。你骂我和他骂我不一样。徐建博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记得我说过，文工团不欢迎你。我又没找你。你找谁也不行。我送。哎，别，别叫他送我了，我自己骑车来的。小扎呀，明天跟我们一起去打猎吧。对不起，团长，明天我有事儿。进来，团长，你还有事儿？还是明天的事儿。明天是星期天，我休息。明天政治部两位首长要去西山打猎，他们让我带你一起去。明天我真有事儿。明天的事情后天办吧，啊。团长，我哥来了，他要走，我还要托他带东西回家呢。那你明天晚上去啊？他晚上不在，我只能明天去。爸。小吴啊。吃完了早点再出去吧，啊？爸，我中午不回来吃饭了。啊，你出去啊？哦，我约了朋友。肯定是去见扎建英。啊，你对扎建英什么印象？脾气有点硬。就这印象？
你想什么呢？啊？他这样是要吃亏的，他吃亏了，不就是小军吃亏了？哎呀，那小军还没回来呢，你就把他俩给放一块儿了？咱们得去看看小军呢。嗯。你别光什么时候去啊？我问问茶店农场的探视时间吧。啊，早就该去。吃饭。都是去探视的吧？钥匙呢？嗯？什么钥匙？你爸没跟你说，把821小屋的钥匙给我用用。没有啊，他没跟我说。是他让我向你要的。他根本就没跟我说嘛。这老头子。小吴，你说你哥现在在里边好不好啊？不知道。我就是担心他的身体。你说他万一……没万一。他从821小屋被带走的时候，还一直在安慰我。啊？那他那是装镇定吧？也许吧。他越是镇定，我越是害怕。别急，别急，干活去啊！干活去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你们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来。王副，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，看好没有？站好，站好，对，对，看好，对，都听我说啊！一个一个来，看好队啊！大家安静，大家按秩序填表，字和内容一定要写清楚。每家派一个代表，填好表以后，到这边来排队，听见没有？把你证件给我，我去填表。还要证件啊？应该要的。妈，进去。探视时间要遵守规定，不许乱说话。不许擅自离开探视区，不许携带违禁品，不许携带异物进入探视区。哎，听完了，他们不让你探视。为什么？说你不是亲属。那你没跟他说呀？我说了，我说你是我哥女朋友。对啊，那说你没结婚，不算亲属。那同学还不行了，还非得是亲属啊？是啊。哎，那我再去问问。嗯，他是我哥的未婚妻，为什么不让他探视？同学之间都可以探视，他们也不是直系亲属。未婚妻可以啊，填表了没有？填了。交了吗？交了。交给我啊？交给他了。探视谁？李小军。这个人好说话。谁是张金英？我是。你不是现役军人吗？你不能进。为什么军人不能进？军人身份特殊啊。有规定吗？你到部队去开介绍信来。下一位。教导明队长出列。张涛到。贺文辉到。林志强到。张柳民到。高原到。高春国到。
李小军，到。去第一接待室的，听我的口令，向左转，起步走。叫到名字的出列。孙国庆。哎，快点了，快点了，领了探视证的啊，都到这边来集中一下啊。站好，站好。听我点名。曹文丽。谢谢。给您。哎，你拿我的探视证去吧，你就说你叫李小五，去看我哥。你看这证件上也没照片，他们知道谁是谁啊？好是好，他们不会查出来吧？哎呀，怎么会啊？他们不知道。快去，你把东西给我。嗯。谁来看你？不知道。是不是那个女军人？待会儿我就能见着了吧？看了不就知道了吗？哎，她是不是穿军装来啊？她要是穿着军装，我见了她的面，我就……张炳德，有。张鹏。哎，在这儿呢。华彩霞，来了。老李啊，老李，我这早晨肚子不太舒服，替我一下吧。行，麻烦你啊。李波，到。李小五。哎，等等，你不是军人吗？怎么叫李小五了？出去！赵鹏，儿子，还好吧？爸，我没钱。妈，你还好吧？好。腿好些了吗？还行。儿子，你表现的挺好吧？好。他怎么又进来了？大妈，你是不是又干坏事了？妈，军哥真的没干什么坏事。没干坏事，那他怎么又进来了？妈问你，这是关好人的地方吗？啊？妈，他的事儿啊，咱甭管，咱也管不了。可他能管你呀？他把你往坏了带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娟娟。我们回吧。我想见小军，他在里边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油炒面、花生仁和瓜子仁，还有果仁，还有带的苹果。他们就爱吃炸的花生。李小军，到，跟我出来一下。我还没见着人呢，看你人已经走了。为什么？这我不知道。只让我给你带回去，走吧，动作快点。儿子，自个儿慢慢吃，听见没有？娟娟，我们回吧。你先回吧，我留在这儿。看还有没有办法再见他一面。你疯了吧？你还能有什么办法啊？这什么地方？这是劳改场。我知道，劳改场怎么了？
你今天肯定见不了我哥了，他们都认识你了。回吧，你明天还要上班呢。走吧，走吧。早知道我填表的时候随便写你是哪儿的，不写你是军人了。他们根本就不查我是哪儿，他们问都没问。现在说这些也晚了。建英姐，下个探视我再陪你来。我们今天运气不好，那个多事的人本来不该是他放人进去的，下次填表不找他了哈。哎，对了，我可以去我们办公室问小谷借他的工作证。你别说，你们俩长得还有点像，就是他个子比你高，反正照片也看不出来。天英姐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小谷，你先回去吧。哎，建姐，坐车。建姐，建姐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上山。上山干嘛？小军说过，他在里边干活，可以看到山上。那又怎么了？我要在山上，我就能看到他。哎，什么也看不见，没准是我哥想象的呢。不会，你哥说过，他看到我身上的人。没在家呀，出去了。做什么好吃的？这是，哎，一块吃吧。啊，一块吃吧。哦，不了，三子他爸这得回来，叫他爸一块来吃。我这做的多，来来来来，不了不了，我们一会儿啊上他妈那儿吃去，叫他妈也一块来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这做的好，你看看。不用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忙一会儿。哎，玲，来下锅，快下锅！一会儿让他们一块儿来吃啊！咱们一个个下吧，一块倒进去。一块倒，一块倒啊！一块一块，哎，倒进去。刘坚到，张和平到，西伯宇到，王志强没来啊？到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马小波，我也被带回来了。刘强到，张红旗到，王超到，王耀进到，刘伟到，任克宁，我妈带的，虾酥，于洋到。王军到，长征到，吃啊，一会儿吃。胡进到，林志强到。林志强，吃什么呢？吐出来。报告管教，下去了。补充体力了吧？
一会儿加量5000块砖。是。小五，小五，你快来！砖厂。我哥在哪儿呢？看不清，我怎么没看见啊？你看见了吗？我找不到啊，哪儿呢？哎，军哥，你这是干嘛呀你？谁让我吃你的糖呢？吃人嘴短吗？这糖吃大发。行了，你身体不好，你忙你的吧。没事，我自己能行。哎，小辉，哎，怎么了，军哥？帮林子一把。哎，别，哎哎，不行吧？回头咱们这么帮的，罗管教来一瞧，说小 Z 干挺快啊，再来5000块的。小辉说的对，你们俩赶紧忙你们俩的吧。本来是5000块，你们俩一帮忙成10000块，赶紧走。哎，那就10000块吧。2万也行。哎，在哪儿呢？哎，哎，姐姐，你看，那是我哥，那我哥，哪儿？你看那儿，他在那儿了，我哥，你看那儿，啊，是小军。就好了。